十分满分，你今天就打几分？打满分吧，因为我今天没化妆。你会在意别人说你什么吗？不在意啊。十分满分，你的颜值打几分？给他打八分。那挺漂亮，她没化妆。对，啊，她没化妆？哦，怎么可能？她肯定化妆了呀，她肯定化妆了，她不可能没有化妆呀，肯定化妆了，这么明显。三分吧，三分。十分满分，你自己颜值打几分？100分。十分满分，你的颜值打几分？5分吧。她长得是不是离过婚啊？感觉有点克服。十分满分，给自己颜值打几分？6、7分吧。我觉得我长得挺像个演员的吧。十分满分，给的颜值打几分？4分吧，长得有点像那个家暴男，像那个斯文败类。你为什么不转过来？这边脸比较好看，你说就行了。十分满分，你自己颜值打几分？满分。我觉得我每天都很自律呀，一直在健身。十分满分，给的颜值打几分？2分嘛，没有我好看。十分满分，给自己颜值打几分？8分嘛。十分满分，给他颜值打几分？给他8分。这种3分啊，他长得像我们山东那种发面大馒头。